我敢打赌，99.99%的人没吃过这么特别的。在这里吃火锅，只讲究一个“熏”字。老板的手艺学自潮汕先人，遵循古法，只用甘蔗和稻草熏制。这样的烹制手法能让羊肉口感更为紧致，骨髓里都透着一股甘蔗的烟熏香。再用传统药膳熬制汤底，慢慢至羊肉熟软入味。秋天常喝羊肉汤，冬天不穿棉衣裳。吃肉前先来一碗汤，每一口都是鲜美的精华，大口吃肉更是爽到起飞。除了熏羊肉火锅，老板还私藏了猪肉火锅，引得周边不少老少爷们儿踏破门槛，一般人不告诉他。